近日，罗志祥在社交平台更新状态，晒出了一张自己的自拍照，并列出了多部剧集、电影、动漫作品，为大家都看过哪些，觉得好看的也可以推荐给他。有网友留言推荐《时间管理大师》这本书，罗志祥回复道：“哦，还没出。”看到他的回应，大部分网友也都是一笑而过，还有一些粉丝表示期待他出新歌。看来娱乐圈对男性的宽容度还是挺高的。作为一个拥有着不错国民度的圈内男星，罗志祥在网络上自然是拥有不少粉丝。只不过这一切在其女友周扬青一直发文后都成了泡影，沦为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。之前周扬青在分手长文中所说多人运动、时间管理等事情，随着事件的发酵，长文中所说的事情也被一一证实，甚至事实远比文中所表述的还要严重。因为此事，罗志祥也获得了一个时间管理大师的调侃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评论哦。喜欢就订阅呗。